虾啊，这个，伊这鲜汁卷，即我最近卖了真好，这当然真正也真好食啊。来，一个人买一份汤去煎好无？啊，你先开始，我先上互你啊。一个人摕五条啊，八条你啊，十条啊，十五条啊。你若煎无好食，你起来用我三百五百免啊啦。我加五条送你，二十条先开钱的先苗，一百落。来鲜汁卷，咱要食飞机讲一百块落，一百块，这足香的啊。先切咧就好啊，这无啥面搞咸鱼啊，是不是？一包就好啦，六啊。这食一个你又搁来啊？最近十个人，我嘛讨债啊。这也卖无偌久了，才侪人去讨啊，十三、十六、十三、十七啊，二十条，这一包搁有要来无？这飞机加虾啊，讲啊，拢有啊吼。来，我收着。来，来，这后物件我若花，你若无揢钱就无啊。最后。无甲你好笑，卖龙虾啊，大家记个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先买，我先来用。来，起一种个，这有哪要来哦？你等下看好伊也袂好起个，免钱，卖了了啊！哦，这挪威，这一只韩货三百，日本料理，这两只六百，唔免三百啥物事啊？你甲我买三百，我这只搁送你，这只搁请你，先给钱，这只搁你。来三百啥物啊？挪威清油，哪要来无？无啊，春节尔。三百有要吃无？来啊，我来讲啊，真正无啊，这搁你啊。三百块啥物事啊？三百块。好，谢谢。来。美女，你要先知觉了。这回去吼，平底锅一点仔油落啊，落去煎足好食啊。哦，来收钱，我先。我下次。来一包，够人要来无？进来哦。六啊，七八，九十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一包落。来，收了。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有人要食毛肚无？这毛肚当然退冰了，当食啊哈。一个人买一份，当去食。这免煮啊，哈，三百五百拢免啦，哈，来一人摕两包当，一个人摕两包，一人摕三包，好不好？三百五百免三个价钱，新价钱的退冰来当吃啊，一百落。然后咱要吃毛肚无？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。哇，这好吃，这退冰来当吃啊，一百块呢，啊。来呀，来，一百，咱要吃毛肚无？一百块。哇，你是你无用产品啊，这句话你。你那里装车来创嘛呀？啊！你那个咩毛？有诶啊，有诶变啊，有诶弄地壳啊。啊？阿咪？有时阵还毛弄阿咪？你看咩啥金币吧？金币吧，对。你咩话？俾我一记。啊？几块吧？你咩金币啊？你讲？你好两个呀？真空诶啊？有啊。有粤语。有鱼嘛，有鱼啥物拢嘛，不然要食三包，这也真好食。你三包五包拢无点，三包呀，你真正的上好，真正无贵了哟。再过哩，再过请哩，再过哩，还三包。哦，这个我去过六摆，我嘛拢无去。啥物料鱼，你讲咩来啊？三包了。这鸡腿拢来做真空，卫生个拢无贵。再过哩，再过哩，三包了。啊、有人要吃这无？料鱼啥要吃？来，啊这你要吃两包咯。我规个走来面到春节，你看，你全部偌济，我你又袂紧的，只尔，两包咯，两包咯。来，料鱼啥要吃？两百块。你看要买两份啊，无春节尔，这大货这拢弄啊，这两包八包，来，两包咯，来阿姨这个送你啊，这，这个我哩，春节尔吗？对，不要买。阿姐啊，我都给过你，无，好。公车白白了，够要吃无？料鱼两百块，这豆尾拢软的哦，这无好笑的哦。两百够要来无？淡淡鱼，料鱼够有人要吃哦，两百块。有啊哈。你老公怎么笑啊？阿姐，你捌买过无？迄你捌买过无？我做好吃，迄真正的尔。哎呀，真正的啊，菜刀过起来啊，你迄花枝牌起来，人家拢来买吃。那、啊、这里面就这个，这花式海鲜排，这十个真正的好啊！美女，你好，来看卖啥？啊，这啊，你迄料鱼哪要煎吼？你先在用这落去煎，啊，这个好三块，这花式海鲜排，这个好三块就百块，这六块就三百，我免三百免伊哦，你先给钱的先行，我七块，我八块，我九块，我十块，先给钱的一百了。这花式海鲜排这多少钱啊？这真正好吃哦，一百块哪要吃哦？我加一个。啊对，这用平底锅煎煎做好吃，煎到吃起来足香的。
哦，这个番茄酱、胡椒加红萝卜，一包够要来无？有啊，好。大啊，你要来啥？来要画白带无？白带你要吃无？我有做白带的。来加白带汤姆。你有要吃啥无？春江。这白带鱼啊，这大块啊。你看这胃拢有浓，你看。这当下你烧一寡盐，烧一寡米酒、番薯落去煎。这肉真正是甜的啊！来，爱食白带免五百四百，来升价钱的升价三百了。刚才这尾菜只放个三四百块啊，三百上要吃啊，三百块。我加一个。来三百上要来，我再搁送你啊，再搁请你啊，再顾你啊，再顾你，我卖两个人客就好啊，哦，来再搁送你，再顾你，两个价钱也无得死我，三百了，来，来，来三百块要食白带无？你等下烧一包米酒盐吼，含椒面落去蒸，迄肉甜要袂了。对哦，袂甲大家拢饿落的。三百块要来无？有啊吼，来，来。来，啊！今日摕一包火鸡哦，我感觉人真欢喜些。今日我买物件，我人真欢喜无？咸猪肉，咸猪肉啊，摕着。啊，有人要食这无？这我啊，随个，这皇家火鸡吧。这个天哦，咱是啊煮一锅汤吼，煮一锅卤，煮一锅火锅。啊，咱若要煮的时阵哦，最好咱互你加来，互你淋嘛。我卖这个物件拢叫真材实料，你家来看。这拢袂当好笑，你家来看。这火鸡安尼好笑？这顿的吼，煮汤、煮面、煮火锅，这一斤偌济？百五。这我小卖啊，一斤百五，这一包五斤哦。百五加百五偌济？三百。来，我来讲哦，我只有两个人在搞买咯。这两斤的飞机丸，我唔免让你加三百。以后我唔免两百上面写花枝丸，有人要食飞机丸系无？我先讲的哦，两个先甲我开市的人客，我才卖卖送互你吃，两个就好啊，两百块咯，再过来。加一个。来两百，等下加落去卖，来再过送你，搁一个人客两百。我加足侪给恁的吼，来，加汤去煮汤，啊，再顾你，再顾你，免去大大吃，来两百了，好两个，两百够要食飞机丸吼，这皇家种老工厂啊，老品牌啊，老品牌了啦，啊，来，两百了，够两要食，哎，对，来够两要飞机丸了无，两百好呢，这安那煮安那好吃啊，真的，我搁一个哦，总共几个了哇？我搁两个，总共几个了哇？搞讲总共几下咧，我听无，你我听无。你搞讲总共几下，我唔知要包几下。哎，你总共三下咧，我就听无。来，来好，来，来收起。来，来，来，上面食迄个咸猪肉，帅哥，你捌买过无？我这袂死咸的啦，不会死咸，那全部拢三千八落去做，爱食免五百、三百，上面食三百块。这啊，外口凊彩一份用价百五，这条间差选了就四啊五啊，这就九百，唔免九百三百了。你升价钱，我再搁送你三百块，安尼有够俗的哦。你买袂着啊？来升价钱的这条块，三百块了。这卖十几年啊，这无你臭单啊。来，你凊彩煮就好啊。啊，这来美女三百块爱无？这条块你是条块来？三百块要食夹子啊？我再煮。三百块有咩爱无？咸猪肉、煎的啦、烘的啦、炒的啦，拢好吃哦。三百块够有咩吃？三百块。干人要买百五食看卖无？大你要买两条食看嘛，是要三百？百五了。来，你个底好，谢谢了。百五了。啊，做生意包车，包车你要白天压压。好。哎，关于我小关节，关完会相关会哈，好来个白天。大哥，来，我们吃啥？面条好吃。我们吃啥？哎，你们吃鳗鱼哦，一千块哦。这个吃完这个，有这个比较贵，这块没有比较贵。这种比较贵，有这块有。这个阿行一只鳗鱼五六百块哦，我随解买。这两只超过一千哦，你搞买一斤，这是鳗，这是鲷鱼，足侪人用这类物件用鲷鱼给你骗，我这鳗。我这只搁送你，这只搁请你，唔免让你开千五、千二，唔免一千块三蚊只鳗鱼，有两要只鳗的无？一千块。这个两千二块啦，哈。这个贵啦。两千二块，两千二块啊。挂声。好，上一个。我搁加一块送你啊，一千块。搁两要只鳗的无？最后一份鳗，这顿咪全用小雷当吃啊。一千块搁有要吃无？一千块。拢有啊哈。一千二。这啥物？来。好。这张机音控无差，叫人家骂到要死这样。袂记你三两，叫人家念卡，这样，过来人家买拢买无着，气卡，啊，这个人家，这海龟子，这足脆足甜啊，
同我白白啦，这拢无扣的哦，这等于炒蒜头、炒啊辣椒就好啊。炒蒜头、炒啊辣椒，你会当煮冬粿，会当炒菜粿，一粒蒜拢无。你若炒落袂切袂甜，你后日白去啦。这我袂有够久的啊，这大家买大家学咯。这无好炒，沙地到蛋蛋一盘炒起来。哎，海山大还是有扣，我这无扣的哦，炒起来米啊五，来。米啊五加米啊五偌济？这就是海龟子的千嘛，你当然免阁麻烦啦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先加一个200人。来，上面食海龟子的200块了。来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若甲我买200个人家，我这200卖袂啊，送你啊，新龟子啊，200了啦。来，200块啊。各位，咱们食海龟子哦，再讲给您啦，200块。给两位炒，200块了。200拢有啊。好，再搁一个。来，200了，这150唔免考虑真钱。来，这毛料，来，阿豆啊，豆用豆休者，200了，来，多谢啦，谢谢，200你先，200个人要食海龟子哦，谢谢，来，阿豆啊，上公要食鳕鱼诶，蒜泥上要食，来，蒜泥阿豆啊上要食蒜泥，来蒜泥要食免1000免800来500上要食500块，鳕鱼上要食蒜泥500了。蒜泥有人要吃无？500块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请你，来500怎么吃鳕鱼啊？500块人要吃蒜泥的无？500了，两个人客就好啦，来啊，这条卖要搁送你啊，两个啊，来500怎么吃鳕鱼？等下等下等下，搁冒钱去啊，这条搁你啊，500发声。是嘞。来500，搁来啊。两个。来两个啊，搁来啊，搁起来，白牛啊，收钱啊。三个。收钱啊。切。好了。三个。四个。